Kona 是所有铁人的最高殿堂，这是所有铁人最高的梦想，也是我自己的梦想。Kona 对一个铁人来说是一个向往的地方，这是很难的比赛，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些人真的是太强。To our challenge athletes, a massive cheer. Are 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.很兴奋，这25年，他一直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，再也熟悉不过，反复看了很久。看着每个人爬过终点，完成那件事，很热血的感觉，你也会想来这边参与这件事情，身在其中。铁人三项中最高殿堂，它已经顶尖了，你会感受到民众跟选手非常热情。Kona 就是铁人的家乡，一辈子。不只要来一次，要来非常多次。过程中最辛苦就是跟心里面对话，一直很想放弃，又觉得不能放弃。我是铁人谢生彦，我是铁人 Jason 王志远，我是铁人寇大龙，我是铁人林月刚，我是铁人张吉祥，我是铁人黄思康，我是铁人林金财，我是铁人李纯杰，我是铁人苏文琪，我来自台湾。